亚大力丸芒果树，中国陕西年后第一批大力丸，鲜甜多汁的大力丸蜜柑，果串紧实的大力丸莲雾。小丸有大力，省时省力省工钱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淑美，我是穆婷，欢迎收看绿丰农业为您播出的第107期每周回顾。中国大力丸团队回访了位于广西的大力丸芒果种植户，农户表示他只用了大力丸，并没有添加其他的肥。吃了大力丸的芒果树，叶片厚绿，枝干很粗壮，农户对大力丸的表现相当满意。今年的三月份放了大力丸催花，然后到采收后到现在目前都没有放过底肥，现在目前的这个效果呈现出叶片厚大，还有叶脉很清晰，片也很厚绿，枝干也很粗也很大条，这种枝干的话是我们客户和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。然后对比一下我们这边使用的普通肥料，然后它的枝条是很细的，叶子是很小的，叶脉的话也还是可以吧。陕西区域年后的第一批大力丸到货，马来西亚大力丸一包包的从货车卸下，花椒等作物开启后，新的一年大力丸施肥季。把镜头转向马来西亚，大力丸团队回访了蜜柑种植户，该用户表示使用大力丸种植的蜜柑鲜甜多汁，素质佳，瓜果量高，而且蜜柑的大小均匀。那小果都有了，小果有了，那花又来了，花又来了吗？因为花又来了，这个米粒也来了吗？你看，要肥要均匀的，每次要那个时间来配合好了。那花也是没有，很没了。想问你用大力丸的心得啊？干嘛？有好收成啊！有好收成 ，good。上周，台湾大力丸团队回访了大力丸莲雾种植户，农户表示使用大力丸种植的莲雾果串紧实。在新闻的最后，让我们看看这大力丸莲雾吧。少玩有大力，省时省力省工钱。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此结束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哎，这个木头不大嘞，还没切个啦。这个木落什么肥啊？大力丸。大嘞，落嘞，有什么不敢啊？轮低呀。低盖装嘛。我先进化肥料不来。我知啦，你做咩啊？你看，哦，该做哪个切呗？哦，好、哦、呗。